那我是 Lucy， 我们今天呢，现在来看一下 Portola Spring Fiora 的弧形二，这个呢示范三位2400多尺，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嗯，Sorry，OK， 这个弧形比较不错的四方三位，它这边呢是有一个正餐厅，这个呢是 living room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有个小院子，看一下这个小院子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哈。它的地面呢是瓷砖做的，然后这边这个院子呢放了一个遮阳伞。空间呢是不是很大的院子，但是也挺实用的。这边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设计的话还是挺 open 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然后看看这边的 appliance， 这个是 Wolf 牌子的电器洗碗槽。这个牌子的话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Cole。然后这边也是 Wolf 牌子的 microwave， 这个 microwave 是这样的一个 microwave， 现在也是蛮新潮的。这个 Sub-Zero。的 电冰箱，瓷砖呢是做了，它一楼是瓷砖，然后这个是石英石，很漂亮的石英石。中央岛台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应该有够用。拿一下它的这个 upgrade 一个 list， 具体是包括具体的 upgrades。然后呢，我们一楼呢有个套房。我们看一下一楼的套房，一楼是地的瓷砖，也是挺漂亮的，看过去像那个木板的木地板一样。一楼呢是这个是第四个 bedroom，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卫生间，一楼，然后这边呢还是有一个储物室。这边应该是garage 进来，然后那么进来的话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 loft， 这个二楼的 loft 也挺大的。然后这边呢是主人房，主卧显得很宽敞，窗户也很多，大窗户。这边呢是 walk-in closet， 都做好了 walk-in closet。 这边呢是一个 shower， 然后 tub 独立的马桶。它这边的话呢是也是 tile， 跟楼下的一样的，是看起来像木地板的瓷砖。然后它这个升级了这种tile， 镜子也是很大大的镜子，上面周围都有那个筒灯。这个是一个房间哈，然后这个呢是洗衣间烘干机，洗衣机烘干机这边，然后这边呢是共用的一个卫生间。都做了这些 backsplash， 然后这个挺漂亮的做的，这个 backsplash， 这边都是可以做到底。这边呢还有两个房间，这边呢是一个 walk-in closet， 所以这个房间也布置得很温馨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两个房间感觉还挺宽敞的，比起户型一、户型二是非常宽敞。然后这边有个 standard closet， 窗户呢也是很多，在边套，就它在边间，所以挺明亮的。那行，我们今天 Fiora 的户型二就介绍到这儿。
如果您对这个户型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系我。我是 Lucy 妙，生活在尔湾地区的房地产经纪，看房很方便，随时电话。我的电话949-562-5043，949-562-5043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